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用的称呼是"药侠陆勇"，为什么是"药侠"而没有用"药神"？因为侠，不管怎样，侠也是一个人。如果神，神就不是人了。也没有人一开始是电影主角，没有人是生来勇敢的。药侠也好，药神也好，都是一个外在东西。实际上，我还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就是一个路人。